我是一个医生啦，吼，我即马已经进入所谓的 WHO， 但是大家敢满意讲中华台北代表台湾？好，满意无？好。啥袂使叫做台湾台中？啥袂使叫做台湾高雄？啥要叫做中华台北？对哇？哦，所以讲。台湾唯一的名就是台湾，吼、哦！你若用其他的名，绝对不是代表台湾。啊，当然，咱国家要正常化，还阁真长的路要行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大家要继续啊，打拼啊，努力，才有一天，予咱子孙看到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。多谢。选举前，伊唔敢讲伊是中国人，讲蔡成辉伊嘛是台湾人。选举前讲，伊一世人无可能。看到台湾和中国统一，但是即马无偌久证明，伊真紧的时间就要和中国统一。所以，台湾人一定爱发声，代表讲我就是台湾人，我唔是中国人，我要建造家己的国家，应该把这个声音让世界了解，讲期待世界，包括联合国，包括美国、日本，在台湾选举的时阵。爱真清楚，派代表来监视，讲台湾人真正表现咱的声音，毋是透过选一个人，爱透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命运，这才是正道，才正确。咱若是把台湾顾无好，咱后摆会什么命运？咱若把台湾这个土地顾无好，叫中国把咱吞去的时阵，咱会亲像什么货？亲像西藏的地理，香港的地理。亲像华伦讲的人的地理，到处车载咧，安尼去到遐卖眼角膜，去到遐卖心脏，去到遐卖腰子，咱敢要看到咱后一代，互中国人甲咱卖器官，咱愿意要看到无？台湾人，咱就要团结甲合作。这张签书书足重要的，这张签书书签哦，愈济愈好。卖讲是七百万轮，有到超过一千万轮，也阁较好。咱今仔所要努力的。是为咱子子孙孙要努力，毋是为咱家己得要努力的。今仔日咱若是无努力，咱明仔载会看袂到明仔载，看袂到明天，看袂到这个土地。咱今仔若无做，明仔载咱会更加后悔。希望咱台湾人继续团结，为这个土地打拼。1960的时候，迄阵的咱的这个台湾迄阵的政府的这个大使馆。台地叶大赛，啊！甲我的同学放经验，迄阵是三点必输。我都要咧听讲，台湾到底建几座台湾国？哦，两个同时要入联合国，我亲身体啊！我当时无几年就做叶大师，叶大赛就。掉到顿来，无头落去，因为反对，哦，伊是这个反对，让伊台湾取消去，伊是要做台湾是另外同时要入联合国，所以呢，真多真多各位教授发表的这个论文内底，大家拢有同款，台湾根本是甲中国是两国。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个人跟你讲，一年差不多六七个月，伫世界各国，我以台湾人真家己感觉吼，真光荣啊！我大家嘛是讲你是台湾人，你完全看我是唔是中国人，所以呢，我台湾人哦，应该大家有自尊心。最要紧是自尊心。我们讲股票起一个改做跳舞，哦，钱有就欢喜，这就是台湾人的大失败。所以呢，拜托你教育少年人。今仔日我甲一个出来欢喜，有一出来少年人，无恁大家拢年岁较侪，恁大概无，这大概无人啦。我亲目看，台中一中。高中时间，运动场大家徛住咧，爱看因个军人在拍墙壁，我亲目看，我哩一般八个岁，拢爱
辅导主任叫阮去到底运动场爱看伊，啊，咱的遐尼优秀的台湾人，都要困甲会臭。阮台中中的校舍拢会批着啊。台湾人是经过遮尼艰苦的一个时阵，大家爱甲干活嘞，哦，我是建议一张一张安尼捡哦，较困难。是不是咱顶摆吼转到安尼大家牵手，哦，咱国技能，你若考试了，国技能一定100万、200万会来参加。迄阵啊，同时将分五张，你家族拢签嘛，哦，安尼尔吼，咱的这个吼是建国的票起来，无尔吼。政府今日个股票去100点，大家拢去股票市场。台湾人的缺点是啥？大家爱加自觉，啊，真感谢，真前辈。请大家面向台湾各国旗。拿起恁的正手，咱来向台湾各个国旗来宣誓。咱准备开始，看到太平洋西边的台湾母亲，母亲台湾，400年来遭受外邦的统治，台湾人不应该点点唔出声。当阮仰望壮伟的玉山，阮知影历史的无公平，阮祈祷上苍会当温处公义甲真理。今日。阮甲在座每一位爱台湾的人，而且为了台湾人甲自觉、自觉的方向打拼，予国际知影台湾人要独立建国的心声，办一次台湾独立建国的历史。阮要尽力完成这个历史任务，而且甲大家宣誓，阮用性命要驱逐占领台湾的流氓政府——中华民国。阮用性命要确保台湾的子孙甲土地的永续发展。阮愿意用有限的性命促进台湾独立建国。宣誓人，请大家画自己的名。2009年6月10日，用恁的性命，大家来宣誓。感谢各位，请把手放下。